伟宁还没好好跟你当面说声恭喜，然后也恭喜你终于完成今年台北电影节评审的工作。今天也恭喜你。谢谢。其实也很感谢台北电影节这24年来的陪伴，我们都从未婚走入了已婚，希望也可以跟台北电影节一起慢慢变老。谢谢。今年当评审是有一种在发现宝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啊，你不是台北电影节挖到的宝藏吗？对不对？谢谢台北电影节，谢谢评审的厚爱。谢谢你们用这么温柔的方式拥抱我们，谢谢，这对我们真的是很大的鼓励。那刚艺林在台下说他上来要去抱邱泽，我想应该不好吧，人家老婆在下面。对啊，对，然后我邱泽说好的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哇，邱泽